最后一首歌一起唱吧，这是我常常教大家唱的一首歌，是阿美族的传统的唱歌的方式，一个人领唱，其他人打唱，打唱的人会给领唱力量，我需要你们帮我打唱好不好？好。啊呜啊呀那呀哦嗨呀，不会唱的就一起唱哦，学着练习好不好？有的是第一次来的，你要教他哦，你要照顾他，给他气球，然后告诉他一定要唱，就跟说不能放弃自己。Oh, yeah.